通过了困苦苦涩，壮观日落为红颜。看，东乡新镇写字练语，目睹完颜。这位口齿清晰、笔力饱满的百岁老人，幼年受其母亲熏陶，饱读诗书。后来因亲见弘一大师，受大师精神之感化，遂皈依佛门，复办泉州佛学院，并组织成立了泉州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。他就是陈真真大居士。我发过你老人的恩人选票，我也成为微红大师，啥子都赚钱。14岁时岁，连续一直还没发生，咱们家里面谁人给我省钱呢？开盖啊，啥弄一百十来干净，我就去看，你看我有钱赚，啊，这回去看我多得一个。因为红家是空战的时候，我能把那人群到大概交界所在，叫做碧瑶。红家是来碧瑶跑这些，就是整修的地道，两个三文就跟会搞干预去喜欢啊，这到来。我那人我也无所谓，也未晓得。那我黑暗到九点钟，就没话看。抗战时期，在国家危亡之际，弘一大师率先提出了"念佛不忘救国，救国必须念佛"的口号。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，深深地扎根在陈真真身上。先比昨天茶花的千万同修可言成，不仅提升中西海一轮明月照天星，这是开国的红大师一生。我发过一小一的恩人显孝，我一生的为红大师啥子个转金？我想是用心去做，材料丰富，十多斤，30万以上，这样六年下要完成。经过不懈努力，陈真真先后主持编撰了《弘一大师全集》和《弘一大师全集修订版》。掀起了海内外红学研究热潮，让红功戒德永驻世间。